说到山东的年俗，地区不一样，人们过年的风俗也不尽相同。首先去素有牡丹之乡美誉的菏泽市，在那里有一道过年要有的小吃，堪称丸子大集合。有一种汤在菏泽，过去它可是婚丧嫁娶上大席的汤类之一，这就是白汤。白汤放猪大骨，用大锅熬制，因其里面有三种丸子，煮熟飘在汤面上，丸子和汤是白色，故此称为白汤。都是丸子，嗯，但是这丸子都不同，对，大的小的不一样，对，大的小的，这种是龙须丸，用肉和粉条，做的，就是龙须丸。这种大的是大白丸，大白丸，对，是用那个馒头，馒头那个面，和了以后用油用鸡蛋和成的，用馒头做的，对对对，这个就是纯肉丸子，纯肉丸子，对，叫川丸子。那这个呢？这个是滑肉，滑肉，对，也是一种肥的肉，那个用纯的那个鸡蛋黄做的。纯肉丸弹牙，龙须丸偏软，还有口感独特的大白丸。段永刚做的白汤可谓远近闻名，很多人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吃上这一口。顺着一个方向连续搅一个小时左右，搅成一个整体，有粘性不会散掉，就算是搅好了。这还仅仅是一种丸子的一个步骤而已，要是靠手工就太费时费力了。丸子的大小不同，做丸子的手法就不同，有的是揉，有的是挤。白汤对一些菏泽人来说就是记忆中年节的味道。木里村，一个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村子，村子里的一群大姐正在忙着准备菏泽本地的另外一道面食小吃。这些造型可爱的面食叫做花糕，有些地方也叫枣花糕。以前就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是谁家那个女儿出嫁的时候，蒸花糕，就是自己心里有一个祈求吧，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啦，子孙有福啦，因为这个上进啦，就是祈求这些。花糕的造型可以自行发挥进行创作，小的叫花糕，组合起来大一点的就叫做花山。过去很多地方过年都有蒸花糕的传统，俗称28蒸枣花。过年期间，花糕作为主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看了菏泽的花糕，接下来去山东的安丘市，来看看那里有什么特色美味。3天不吃猪头肉就耷了头，拉不动腿，这是安丘人常挂在嘴边的话，这话说的就是支盼烧肉。像我们来我们村儿，做客的吧，如果是没有那盘烧肉，好像就有点慢的人了，就不成席了，就是。烧肉主要的原料一般包括猪头、蹄儿、肠、肝、肺和肚等部位，不会用整块的猪肉。猪肉还做不出这个香火味来。这个猪肉煮了以后吧，它这个有发硬发僵硬，对这个头吧，它带的那个皮儿煮出来是粘的，粘粘的，它那个整个猪是做不出这味道来，做不出这口感来。小小的支盼村，上百户人家都在做烧肉，刘荣山家做的烧肉在这一带也小有名气。做支盼烧肉有一道独特的工序，烙猪皮。刘荣山说，这道工序不是为了去猪毛，而是为了去除油灰味儿。这个油灰味儿是什么味儿呢？以前那养猪吧，那不它不是在那个土地上吗？灰尘呀、泥土粘了上面了，那比较脏，就是必须用这个烙铁吧，把它整个的烙掉它。烙好的猪头还要反复的清洗，既保证了猪头干净卫生，又是为了烧肉做出来不牙碜口感好。准备工作就绪，刘荣山的爱人就开始准备做烧肉的料包了。原料调料都准备好了，下锅。
奇怪的是，下锅之后，刘荣山却把火给灭了。不是烧肉吗？没有火怎么烧？实际上就是他就开了锅以后，那个火已经压死了，没熟。这个没熟这个过程，实际上呢，就是它是一个脱脂的过程，就慢慢的把那个油全部从这个油里拿出来了，就是煮出来了。它为什么咱这个口感是肥而不腻啊？就是起那个作用，冷焖熟的。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焖烧，一斤的生肉经过脱水脱脂，在煮熟之后就只剩下半斤了。香糯软烂又不油腻的汁盼烧肉出锅了，可这时候烧肉还只是半成品，只有经过了浓烟烈火的熏制，汁盼烧肉才能激发出独特的风味。熏制我们这里这个习惯用这个白糖，熏制就是把锅烧红了，烧热了以后，把油放到鼻子上，然后弄上白糖以后我能熏，利用那个那利用实际上利用那个白糖。那锅的糊儿熏制的，熏制的时候糖都着起了火苗，这一下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烧肉了。它烤制的那过程中，它因为那锅子太热，这个糖本身就是个它就是可燃物，一压上以后那属于正常现象。哎，你说明是到了那个巅峰了，已经最好的火势了，就是上色也好，味道也好。说到安丘的过年的美食，不能不提到芝麻片，因为它精细到要给芝麻去皮儿。给芝麻如何去皮儿呢？用磨锤的锤是一锤吧，它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就分离了。芝麻这么小还要去皮儿吗？哎，去皮儿。不去皮的话，不好吃，不好看。芝麻去完皮儿就可以做芝麻片了。其实芝麻片的原料只有芝麻和糖两种，芝麻片能否成功，熬糖是第一步。糖熬好之后混入芝麻，这时候关键只有一个字，快。拌好了芝麻的糖稀，从出锅开始算起只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擀制，一旦糖冷却变硬就擀不动了，而且芝麻糖不能回锅加热，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一锅糖就算报废了。尽管时间短，但做糖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含糊。案板上撒的芝麻不匀或不够，糖会粘连，用的力气不够，擀不出薄如蝉翼的效果。所以做芝麻糖是技术体力缺一不可。这个劲全是有力气也不行，这有技巧。两个膀子用劲，用力，脚要蹬着，对，就是年轻一点，年龄大了是干不了，这样的太累了。这种滚刀的使用不但事半功倍，还能保证切出的芝麻片大小一致，可见为了一个筷子，他们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因为比较难做，过去人们做好之后存放起来，作为孩子们过年的点心。几位老人将一种黑色粉末裹在了白纸里，然后在一个细细铁丝的帮助下，将白纸碾成长条形，再用胶水封口。是的，你弄火中了吧？这是知道。同时，另一拨人把这些插在了一块全是小孔的木板上。我现在有点混乱，你看这地上都摆满了各种这个碾子。你看，梨花筋的。梨花筋，你们叫这个梨花筋？碾子就碾子。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是炒的药，火药。火药。对，火药跟木炭在一块。要把这个点起来。对，梨花一样。哦。据周虎介绍，这3000多根装满火药的礼花金全部要点燃，当中的危险性可想而知。这是顶火的，这是顶火的。对，什么叫顶火啊？就是顶着老虎，劈老虎来着，劈着老虎走，劈着老虎板，劈着老虎走。对，那你
我不明白，这就是老虎吗？对对对对，老虎过去。意思是说一会儿要把这个东西然后披在您的身上。啊，对对。这个大概能有多重啊？有五六十斤吧。五六十斤，这么重？对。啊？十分钟啊？五块二。十分钟，十分钟，别了。活虎表演的艺人必须要全副武装，尽可能不让皮肤裸露在外面。礼花巾一点燃，现场立即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儿，每个人都很紧张，生怕出一点意外。而此时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观众，就等着这只浑身是火的老虎出现了。上来上来，据当地人说，活虎是由周家人发明的，也是周家秘不外传的一门传统技艺。12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把常见的舞狮表演加上传统的礼花巾烟火表演融合到一起来，就此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活虎。它的精彩程度，在现场的震撼性，也让人们非常佩服这样的勇敢者。每年在过年的时候表演活虎，能给节日增添喜庆的气氛。孙怀冰在外做生意，快过年了，回到山东省邹平市乡下的家。哎呀，山好好弄。到家喽！哎呀，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叫爷爷，来，过来，叫爷爷，叫爷爷。他的父亲孙殿林70岁了，老人是做豆腐的。他做的豆腐在当地叫做酸浆豆腐。当地民间有句俗语，腊月25推磨做豆腐，由于豆腐的腐与福气的福谐音，寄予了人们新的一年希望有福气的心愿。这天孙怀冰家准备春节前最后一次做豆腐，并且这一天做的豆腐也是一年之中最多的，亲戚们都来家帮忙。在做豆腐之前，孙怀冰的舅妈要给很久没回家的孙怀冰做一些煎饼。孙怀冰来家这个过春节，俺家人们都吃煎饼，他来家他还稀罕，再做两个吃。玉米面、面粉、豆面、小米面，裹上的盐、葱花。煎饼是当地农家十分钟爱的日常小吃，做煎饼的大铁锅被称为鏊子，直径近一米。人家清明现在都不会做了，有年人还能这个做这活煎饼。刚出锅的煎饼又脆又香，放凉后就会变软有韧劲儿。吃过了煎饼，孙怀冰开始忙着帮父亲做豆腐。手工制作豆腐的第一步要挑拣黄豆。老爷子每次做豆腐呀都挑，他很用心呀，里边的一些石子啊，
土坷垃块啊，还有一些瘪豆，都给挑出来，所以这样呢，才能保证了咱这豆腐做出来它的品质。你们拉起来哟！哎呦，拉起来咱的妈呀！哎呦！磨完黄豆，已经天黑了。伯父，烧开的沸水呀、啊。冲在这个豆糊里头啊，起到一个杀沫的作用。豆浆啊，你不杀沫，它在煮沸的时候有一种假沸腾，其实这豆浆煮不开啊，也就是七八十度，这个已经就全起来沫子了。孙殿林说，庄户人家诚实，为了保证豆腐的口感，一斤黄豆最多只能做出不到三斤的豆腐。它豆腐炸熟了，它出豆腐就多了，多了以后豆腐它就不好吃。去除豆渣后，大火烧开豆浆，就到了点浆的环节。点浆是做豆腐的关键一步，豆腐的口感、品质甚至产量都跟点浆的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用石膏或者卤水点成豆腐是常见的豆腐制作工艺，但是在孙家峪，几百年来这里的人只靠黄豆和水来制作豆腐，这其中的秘密就在这口大缸之中。这个就是咱们点豆腐的酸浆了，这个酸浆啊，在我们家祖祖辈辈循环使用，它不会坏吗？不会坏，就跟咱这个老汤一样，老汤是循环使用的，点完了豆腐盛出来的水经过自然乳酸菌发酵变酸，就成酸浆了。二十多分钟后，在酸浆的作用下，豆腐转变成了豆腐脑。在压制豆腐前，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要将分离出豆腐脑的水倒入装酸浆的大缸中。哎，用多少要给它补回多少。冬天屋里充满了水蒸气，孙殿林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年复一年地做着酸浆豆腐。孙怀冰心疼父亲，经常劝他不要做了，可老人放不下做了几十年的豆腐，别人夸他做的豆腐好，他是最高兴的。第二天，大家在一起见证过年前孙家最后一次豆腐出锅。经过这个一宿的压制啊，豆腐就成型了，还冒着热气呢。你说这个豆腐呀，你看大豆腐就不容易凉啊。这有多少斤？这个得有140-150斤吧。你上桌上去了。别帮我。每年孙怀冰都要给乡亲们送豆腐，这也是他和父亲的约定，让大家过年有豆腐吃。好，发一下。一家呢是50斤，乡里乡亲的呀，相处的都非常好，送点豆腐也表示一个心意。豆腐嘛，都有福啊，希望就是啊，来年的这个祝福啊，也送给。临近过年，孙家峪的村民们都要排练春节期间演的节目。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始到元宵节这段时间，爱好吕剧的人就会给大家表演吕剧。吕剧又称为秦戏，是山东省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他以淳朴的语言、优美的唱腔深得当地人的喜爱。李家坝一辈子啊，大年三十是邹平当地年俗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一大早孙怀冰的舅妈就在做年糕了。年糕有红黄两种颜色，象征黄金，寓意新年发财。以前家家户户会做很多的年糕，现在过年吃的东西很多，年糕就做的少了。在邹平，贴春联也是大年三十这天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
在孙怀冰家的新房子里，大家围在一起看村里的赵成红写春联。每年赵成红都会给村里的人免费写春联。贴春联既讲究又隆重，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愿望请赵成红写对联贴在大门上。爆竹声声报平安，春联一贴年来到。贴春联这个光荣而又喜庆的任务，往往都是由家里的年轻男人来完成。在当地，贴上春联就算是开始正式过年了。贴完春联，大家就该准备隆重的年夜饭了。在孙家峪，年夜饭当然最不能缺少的就是饺子了。饺子的形状像一个个的小元宝，象征着新年财源滚滚的好兆头。我们这个地方每年的年三十都包很多好多饺子，吃好几天。年初一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吃早餐，吃了早饭就挨家挨户拜年了。人们除了包肉馅的饺子外，还要包一些素馅的饺子，同时还要在饺子里包上钱和红枣。包这个枣的这个目的就是，代表这个枣喜勤快。我敬大家杯酒啊！好多年没聚在一起过个年了，今天呢，舅舅舅妈也来了。啊，这个阿姨在这儿，敬老人们呢身体健康。过年了，这个祝贺吉利，每个人发红包啊。饭后，一家人在豆腐房前放鞭炮，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个春节，孙怀冰过得幸福快乐。今天的节目只是展示了一部分山东人过年的风俗习惯，还有很多没有去到的地方，有着不一样的美食和民俗。河套地区的京巴人家做出来的酸菜和东北的究竟有哪些不同？我们河套的烩酸菜是烩的比较干干一点。他为何要对着一个水泥桩子卖力的扭动？这可不是桩子，那是啥呀？这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美女，一个小姑娘。没有车，没有马，一群牛人却要表演马拉鼓车，还要弄出马蹄声声、车轮滚滚的阵势。一个个面团在他的手中是如何变成造型奇特的花馍？下期乡土，去内蒙古、河北和山西，品一品华北一些地区都有哪些年味儿。